好，我是新宇，我又来了。我今天整整开了一天的车，现在到达了四平市。为什么开了整整一天的车呢？因为呢，我来参加我朋友的婚礼。我朋友娶了一个媳妇儿啊，整整花了80万。有30万块钱的彩礼，还有50万给新娘子买房子。突然间，我觉着我好高兴啊！我庆幸我不是一个男孩，80万娶个媳妇儿，太贵了。要是我，只能打光棍了。我们现在就去屋里看一看，朋友花80万娶的媳妇儿。我刚才呀在屋里也没有找到，我上这个大棚里看一看在不在这里，因为今天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可能都照顾不过来呀。你爸都要走了，我看你家人。我就是上你家住去啊。上我家住去，我要跟家走了一会儿啊。一会儿。热腾腾的大米饭。这个呢就是吃饭的地儿，后的一个大棚。这个呢就是后厨，可移动的厨房。我刚才呀去屋里找了一圈，去大棚找了一圈，都没有看到新娘子。今天客人可能比较多，他也比较忙吧。等明天呢我再给大家看哈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